妹妹的猪尾巴，这是给老公炖的，我就不吃了。快走，我切菜的。吃哪来补哪来。老香了。下着也累，我吃点那个花生，花生炖的超级香。听说吃莲雾能上热门，能上热门吗？什么玩意儿？能上热门？啥？能上热门？不敢啊！能上热门了？你上热门？来个小鸡排。好，喝个牛。糖醋里脊肉，超好吃，卷着这个吃更好吃。找，劲道的，双击走一走，幸福到永久啊！迷宫糖、扭扭糖，这个是美国的扭扭糖，健腺糖，吃了会出现这一根真的是超级长，无底洞。永远没有尽头，除非咬断。你们还想要哪个颜色？这个短。隔壁老王媳妇送来的辣白菜啊，我尝尝呗。我尝尝，抠搜的，挺好吃的啊，还亲手做的呢。自己炖的猪蹄儿，特别烂乎。这个视频就不要双击了啊，双击就等于打脸。一口闷。胖哥的生活有标准，这小熏鸡天天干、如果你要觉得糖，快车主意啊，你找咱。没墨给个双击，有墨就不要了。不要双击了。老铁们，一口秒了，你们给我一个双击吧，谢谢你们。刚买的棒钩子新鸡，尝一尝啊，这是跑山鸡。那你姓什么？直接啃吧。吃翅膀。我应该姓高。但我更愿意姓好吃。咸吗？熏的，不咸。我喜欢这个心。你快吃我媳妇，我也喜欢这个。